赚钱了，有中文界面。哦，不能取消，确定。所以是各国货币换日元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拿一块钱美金来试试看。哦，现在对今天的汇率，9月2号的汇率是1块美金是对115日币。嗨，请给我名气。嗨，名气的。马上就吐出来了，看一下。哇，好方便的机器。现在到日本就不用怕换不到钱，把钱花光光了，怎么样都可以带到钱了。北海道有这样机器哦，而且是在三井奥莱德才有的机器，希望其他地方赶快准备好。